我特別中意個喉唱咯，因為個喉唱咧，係估唔到咧，你唱出嚟嘅聲音咧好好聽之外咧，佢係對我嚟講好大震撼咯。因為每一個人咧喺度唱嘅時候咧，你聽到啲不同嘅聲音，係一啲好似直情係唱歌唔係講嘢嘅聲嚟嘅。咁同埋咧就係好深入自己嘅心裏邊咯。咁係咯，我都覺得最特別嘅就係一到聽喉唱嘅時候，即係感覺到咧個細胞裏邊係好似每一個細胞都好似喐緊咁樣啦。咁同埋我都有做過係做係喉唱嗰位同埋被接受者啦。我覺得兩種感覺都好特別嘅。被接受者嘅時候咧，真係會係感覺到有啲能量啦，同埋聲音裏邊真係啊，當我專心聽嗰啲聲音嘅時候，原來唔係就係呢一把聲，都係聽到好多嘅唔同嘅聲音，但係都係覺得好舒服，好好聽。同埋咧，我開頭咧以為喉唱咧真係要好有技巧嘅，咁以為好似我哋學唱歌咁，要係揾個老師啊教咗你之後，你先自己先識學，即係先識唱嘅。但原來估唔到咧，只要你係發聲是一個很簡單的音節呢，你就能夠可以唱出一些很好聽的音樂咯。是不是其實這個都沒有任何的時間地點這樣去限制啦，即任何人每一個地方，即只要有這個心想去做，即這樣就可以透過自己這樣去祝福到人咯。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特別的治療方法。